之前的话都是拍路人甲，所以这次非常非常的紧张了。Sorry， 你走。然后一直在看 call sheet， 虽然剧本是没有几句话，可是就一直在看。不怪这两个字。哎，杨弟，你今天笑得特别甜哦。OK， 好。我是他老婆，然后我是那个乐乐的妈妈。Boy， 快点叫你的超人来帮忙，帮忙一下嘞。Action。Boy， 快点叫你的超人来帮忙 ，Daddy 一下。OK， 马上来。我们现在是呢，要拍一场就是塞车的戏，然后目前呢，我们在等着设计那个塞车的情况这样子。OK， car ready， action。Move slowly。来上来玩玩玩，飞上高一点。Yes， 就是这样。慢慢的下来。今天是拍摄第二天。很久没有来巴沙巴基了，真的很多人。Today I become a promoter over here. 我来买衣服，他是卖衣服的。我是 sales girl. Action 哥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有亮色系衣服，还有暗色系衣服，可以选选看。做那个备用，用左手。Action。哇。OK， 可以快一点点。可以这样做啊。今天要做妈妈，我的孩子。本身呢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严父型的父亲。爸，我买了新衣给你。哦，放着，我等一下看。哎，笑一下，好难咩？好难哦。你呀、啊，笑一个。哎，笑一个，笑一下。你呀、啊，笑一下，好难咩？好像我看到他穿穿着我的衣服，然后你才慢慢放慢你的脚步，才慢慢穿。这衣服好看，谢谢你。Action， 妈来，笑，你爸爸有笑哎。开头路啊！过头。爸爸，来来来，吃团圆饭喽！我们当然会等你们回来吃饭啦、团圆饭少一个人的，就不叫团圆饭了。我念很多次都不好，刚才要倒被哥哥吃完，哎，一吃好嘞，脚就软了。今天是 day five， 最后一天。你看到我吗？我看到你。你想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打给我。啊！等一下才洗啦，先进来一下。我觉得全家福的意义非常大，比如说假如我们可以在每一年的新年拍一张全家福的话，其实可以团聚的那个时候做一个留念，所以拍全家福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
Thank you guys, it's a wrap! 新年快乐！万事如意！财源滚滚来！给红包的人开心，收红包的人更开心！要跟家人多聚一点哟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